太子，太子妃觐见。谁来？你给我倒车。要不我们就不打扰了吧？就是啊，天色一晚，告辞告辞。保重保重。我今天就去外面。左边，右边。哎，你给我吧。太子殿下，去了啊！你别碰我。你干嘛？我不碰你啊，你碰我。你七哥哥，你不是说龙城好玩吗？可是我们走了这么久，怎么感觉和皇城没什么差别啊？那我好。还是他好，当然是你好啊。你是我的爱妃，没人能比得过你。不吃。你不吃了，那你吃我。嗯，我。别碰我啊！爱妃吃醋样子真可爱。哼，这我跟你说了。你要是敢明招亲的话，就扒了你的皮。来，来扒我的皮，快快快！
你不怕我，我怕你。